现在你所欣赏到的是我们的成人文化花园。徐老师的课程是每周一啊，每周一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
取秀禾导师及高丽学员带来的真的很梦幻的吧。他的课程是每个礼拜一，每个礼拜一晚上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来参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欣赏的是由我们叶维新老师提出。